把后面那个东西看能不能拔下来。那个盒子啊，去掉这个晶振啊，前面还有个电容。去掉这个晶振，还有这个电容啊，把它去掉。那下面就是说焊接这个超边的线啊，把超边的线七根线看好，看好位置，把它焊接上去。好了，几个线啊，好，开始读了。看这上面有个叫 FE， 鼠标点一下。啊，这 FE 这是它的加密字节，一会儿还要再给它加锁啊。咱们先把两个数据读出来。这读的 D-flash， 好，把它保存一下。再读一下三个 E。再把它保存一下。好了，把这个放在 U 盘上。开始导入那个数据。说明就光加到两个就行。好，选择第三个钥匙未使用，咱们将钥匙放在然后先识别钥匙，好，然后再生成钥匙。你文件保存加三啊，好，行，保存，然后再保存，好了，打开那文件，等我啊，看看那文件名，看看那文件名，第三把钥匙，好，写入。开始复原，好，开始加速了。
FE 啊。好 ，OK 了，等会儿。嗯。找啥呢？这跟上次我给我练那个一样。数据写回以后，把经阵啊，咱们再给它复原。大家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个经阵呢，其实是特别容易损坏的，所以说建议大家在操作的时候多备这么一两个经阵啊，万一出现问题的话，可以用经阵替换一下。拿着叉车上去，开门。过程上启动一下，来，OK， 成功启动。